我们现在介绍这道菜为冬瓜贡丸汤。首先，包装打开来，里面的材料有冬瓜、贡丸、姜丝。自备的调味料有香油1小匙、盐巴2小匙、味精1小匙。首先，先取一锅水。把水煮滚之后，放入姜丝。等姜的味道煮出来之后，把冬瓜跟贡丸放入锅中。现在检查冬瓜有没有烂，冬瓜烂了即可以调味，加入盐巴。2小匙，味精1小匙，调味。拌匀起锅前，加入1小匙香油即完成。我们冬瓜贡丸汤完成。